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婆，欢迎回到宠物萌气 X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这个 YO 上这个镜头啦。那 YO 来跟观众打招呼一下吧。Hello， 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呢。既然是大佬的部分，应该都有属于自己最好、最棒、最猛的一些宠物吧。数到三，一起拿出我们觉得最好的宠物，要吗？好，来哦，一二三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跟我一样拿这个 monkey 啦？这 monkey 真的很多人喜欢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？不是这个，不要闹观众，然后真的要拿出一个真正的宠物出来。那我们就一二三一起拿，一二三。哎呦，这个是泰坦等级的呢，有这个代表这个是真的是氪金氪的不少的人。那你除了这只泰坦，你还有哪一只啊？还有这一只。哇塞，这是最新的欸。等一下，你那个就是你那个能不能这个我们结束的时候先寄个图鉴这样子啊？OK， 这么好的吗？太爽了吧！谢谢你。既然都是大佬这个等级哦，那我们按照惯例就是来上这个节目呢，你就必须要抽一颗氪金的蛋。然后如果说呢这个蛋是大虫的话，我们就一样捐出去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抽到的是泰坦等级的宠物，那你就自己留下来。我数到三，你就把它开出来啊！一二三，开蛋！哎呦，哎呦，能不能变大只？嗯，感谢你获得一只豆豆猫。那个，你跟我来一下这边，这边，你跟我来。点点点点点，来来来，这边，欢迎光临，请把这只豆豆猫压缩进去，知道吗？这是你最好的回收方式。你看起来很开心的，还是说我们来比一下，除了泰坦这样子大虫，我们数到三一起放出来给观众看好不好？好哦。来，一二三。嗯，你骗我、啊？你怎么才这一只？可是我觉得你那一只的价……等一下，我们过来这里，这边。重点是它上面还有标价，你那一只是19.5T 啊，是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哦，那很贵，而且上面这个还有签名，这是好夸张哦！这里好夸张哦，这个彩色都是蛮贵的。天哪，好啦。那感谢 YO 来这一次的节目啦，谢谢你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更新终于是更新完毕啦。那么现在呢，又是情人节啊，这个礼拜还是情人节哦。但是不要担心，作者更新了超级多的内容。首先呢是这个传授门的部分，它这边有新增一些图示，就是告诉你哦，这边是抽蛋的啊，然后可以传授过来这里啊，然后。这边就是可以去升级，就有很多图示告诉大家，标一个宝箱的话，就是代表这边会有宝箱这样子，非常的方便哦。这样子各位就会更清楚哪边是干嘛的，哪边是干嘛的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一台 ，Oh my god， 这台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的话呢，就是你在这边合成的话，它会有3倍的速度帮你加快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来做个几只测试吧。想必大家这个 HC 的宠物很多吧？那我们就来用个这个。现在用了10只，然后有可能会获得旁边这些东西，甚至得到这只大虫。那我们就6个小时来等一下吧。哦，哎呦，很快哦。那么它这个呢，还可以去提升这个栏位哦，可是必须花到 RB 的。这个就先算了吧，等看看会拿到什么东西。现在情人节这边也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喽，请来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新的东西在哪里呢？也就是这个瀑布后面呐，就是在这里。他说我必须要解任务，200个爱心，我们去打打看。那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呢，打200个爱心金币啊，它不是打礼物盒，礼物盒它不会计算在内，所以你们要打的是这个。
三鸭子如果要刷这个爱心币的话，他可能要先打掉一些东西，才会加快他这个掉落的几率，跟那个圣诞拐杖糖打法是有点相似的。所以我这样打的话，应该马上就可以到200个啦。哎，我们的寻宝活动又开始了，我来去找找在哪里好了。哎呦，看到在这里。哎，收一个。哎，可恶啊！嗯，海洋的会有吗？哎，这里有一个，我抽，变大吧？没有，那我们就换下一个。嗯，哎，抽个大猫吧。哎，没啦，应该是刷好了吧？我来看看，这游戏真的是说累是蛮累的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情人币 ，OK 了吗？啊？哎，这已经是第二个阶段嘞！各位观众，我跟你们说。第一阶段呢是你要打200个爱心币，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你要打100个礼物盒，所以你在打这个爱心币跟礼物盒的时候，它都会计算在内，哦，还蛮贴心的哎，不是说等你要解的时候才开始让你重新计算哦，这不错，这不错，我们继续刷一下。是好了吧，我来看看。还没，现在勒第三个任务是要抽150颗蛋，我们抽个抽这个颜色的好了。来，我来看看我抽了多少了。终于打开啦，太好啦！来吧，我们进去。哎呦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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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抽这个啊，这个粉红色的，怎么感觉都是不会中的可能性居多嘞？超级巨大的箱子，来看一次会掉落多少。一次是2亿啊，200 N， 然后呢还有更新一个盲棒的东西，而且是大家都蛮需要的，就是在天堂这边。 OK， 那我们来到这里，这个附魔台呢它终于是不用一直一直去合了，可以就是多一点的宠物去帮忙附魔这个东西了，太好了，这个更新就是很棒，非常需要啊，真的是早就该更新了好吗，作者。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我们期待已久的，哎，这个礼物终于是好了哦。哎呦，来压缩看看会得到什么东西哦，全部压缩啦。怎么好像有一点少呢？嗯，这个币好像有一点少哦。不过如果说我家宠物一直放进来，其实也是蛮多的，而且药水给的很多哎。那我们用另外的彩虹熊呢？哇，哦，好像更多嘞。我们来试试这一个好了。那你进去里面慢慢搅。OK， 我们再来等等看会拿到什么东西。好了。这个时间又过去了一下子，也不是一下子，是两下子，好累哦。那这个呢，终于是好啦，我们来看看这台机器。哎，这次我们不要一次全部拿，我们一个一个拿好了。这个彩虹神话熊换的到底会不会很好嘞？我抽，好像还好哎，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啊？
再抽，怎么感觉没有很多啊？来吧，一逼多，嗯，抽多一点，200，没有，嗯，200，嘿嘿，我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再抽，多一点。真的是有点碎，快点，来吧，多点。哦，一逼多。哎呦，现在我这个爱心币有蛮多的咯。我抽，再来。大虫。很久。他是要不要好了？哎，没有呢。运气是不是很不好？大虫，加油！2B多，这次比较多一点呢。这爱心币感觉就是要多一点。嘿，最后了。好了，你给我爱心币多一点，我可以多抽个几下，也没关系啦。果然。欸，可是我觉得还蛮棒的耶，这个系统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可以拿到药水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就跟它那个幸运方块是有点像的。这样子我的整个药水增加超级多的，我就很舍得用了，真的。然后这个3倍的啊，它是你必须在线上哦，它才会计算。还有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边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样拿神话熊下去用好了。虽然有一点心痛，但是至少可以抽到大概这个数字。如果真的很好运的话，说不定还可以抽到这个数字，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啦。但也有可能抽到那个大虫，好不好？跟这颗蛋，我会比较想抽到大虫，大虫比较有这个兴趣想拿到它。那么 HC 世界有一台，我们过去 HC 世界。来，我们来这里。这个呢，我看看用这一只用会不会比较多？这只是9B，哦，9B 到921B，这怎么那么多啊？那我如果全部用呢，有可能一次性拿到这么多。55B 有点猛欸，这个东西。哦 ，OK， 我们合下去吧。哦，好心痛哦，但是没关系啦，越抽越多啦。最后，我们来抽一下这个，嘿，变大！你有种，你变大！哎，天哪，怎么又是金色的啦？啊，这个来吧，加幸运，抽大一点。当你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是它即将列为抽奖的行列里面。OK， 我们把它丢进来里面吧。好嘞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片，就影片下方右下角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订阅旁边还有铃铛，帮我按一下。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呢？留在下面随时关注我动态，持续追踪频道，要记得 Facebook 呢，有大家去追踪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